中心大家高赞，大家好。今日的日子哈，非常非常的特别。8月15日，是什么日子？你知无？非常重要的日子。即天，日本天皇正式宣布要遵照波茨坦宣言，无条件投降。就是这天啊，所以这天呢，是咱台湾人哦永远的心痛。咱的一个团32个，即马伫日本，咱过去拢派差不多200几个，但这期无法度，干来当32个。啊，这32个，过两个人袂当去，因为一个人雄雄伫周日，张周日，周日咧。下晡时过身去，心肌梗塞过身的。啊，这对东心翁仔某吼，希望要去日本，希望有够久啊。啊，排队啊，排足久才排到。啊，排到无多嘞，因为本来因太太我是感觉讲因太太很好哦，姓蔡啦，身体真好，但是无想到讲，特别出发的前一暗，这个心肌突然间梗塞。不过哈，心肌梗塞是过身的时阵哈，是真幸福，幸福你怎呢？拢无痛苦，安就过去。我看伊很大的遗憾呐，伊一直咧讲哈，要去日本的靖国神社，去参拜。李宗伟今日嘛发表一个伊的心切。伊讲新台湾的主张呢，新台湾的主张。当然，安倍晋三嘛发表演讲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哈，表示遗憾跟道歉。你还记哈？安倍晋三的讲话是代表咱台湾的，因为咱台湾迄个时阵是日本天皇的土地，到即马为止，伫法理上。这块土地还是属日本天皇的，所以美国一直跟你台湾跟你讲哦，台湾不可以独立，你感觉很奇怪。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，哪会讲袂当独立？这是什么意思？但伊不爱跟你讲真正的原因呢？真正的原因是啥？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的，啊，日本天皇战争失败以后，日本。这个同盟国对日本啊，两个处罚，一个是对日本政府，日本政府给伊处罚讲哦，你以后日本政府袂当去管台湾。啊，第二个对日本天皇的处罚就是讲，你袂当搁再拥有台湾，但是袂当讲叫日本天皇袂当拥有台湾，安怎讲呢？你的就是你的，敢若讲可比讲你有一间厝，这间厝呢，有一天你要来要来。税金拿不起，你怎放弃不要去拿？我请问，那税单开来是开给什么人？也是开给你啊！虽然你要拿，不要拿，那另外一回事。这个税单也是开给你，叫你要去拿。这台湾的国际地位就是在这个地方，让我们台湾人很感觉很困扰。所以今天刚刚70年，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天皇宣布投降，但是伊发表一个讲要遵照波茨坦宣言。什么叫做宣言？跟开罗宣言同款。宣言呢，英语讲 declaration， declaration 是什么物件？就是种个主张。战争迄当阵的主张，敢一定爱实施？不一定。安怎讲呢？主张是主张。真正若要实施，真正若要有效果，都要用条约 （treaty）、所以都要用 treaty 来限制咱台湾命啦。但国际法有一点呢，占领袂当移转主权，所以台湾这块土地袂当变做别人的，嘛袂当讲叫日本天皇讲你挂号中华民国。所以呢，旧金山和平条并无讲将台湾挂号其他的人啊。所以这个时候台湾命呐。台湾应该爱主地啦，自治 （self government）。啊，这个主地是什么款的主地？就是台湾人家己管台湾人。
但是真可惜，在1949年的时阵啊，中华民国去由毛泽东打败，中华民国才转走来台湾，啊，伊讲迁都台湾。其实他不能迁都台湾，一旦让在台湾流亡，所以那当阵中华民国为那当阵开始，在全世界的名义叫什么名？你敢知 ？Chinese Taipei。所以 Chinese Taipei 是叫啥？中华台北的家手，中国台北的家手，啊，唔知的家手。啊，你 Chinese 是中国还是中华？啊，台北就台北啊，其实这两个都不对，都错了。Chinese Taipei 就是啥？来，我给你看。来，我们看 Chinese Taipei 到底什么物件？叫做 Chinese， 中国 Israel 就是流亡 government 政府 in Taipei， 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啊。所以，咱台湾去参，这个中华民国去参加全世界组织。拢用 Chinese Taipei， 全世界拢甲你台湾人讲，恁迄个政府是流亡的政府哦，台湾人看无？哦，你用扫棒，最近佫摕到甚物冠军？啊，用甚物名 ？Chinese Taipei， 对你台湾人挂一个小龟啊卡，写中国人代表中国人去拍球啊？这毋是干呐？咱安尼啦，日本迄个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吼，法国。去哦，德国占领，啊，法国的人走去对英国的伦敦成立流亡政府，所以叫做 French London。上海有迄个也做韩国的流亡政府，叫做 Korea Shanghai。所以后摆你要看呢，千里台北你要搞清楚呢，唔是中华台北、中国台北，因为中华台北、中国台北，和咱台湾人飞去啊，弄乱去，他敢弄乱去。不是这样子，真正名称一家啦。啊，全世界拢甲你台湾人讲，恁迄个政府是流亡的政府，恁袂国家，恁毋是国家，恁是流亡的国家。啊，恁家己搞不清楚。我阁问你咧，台湾，中华民国去参加迄个世界贸易组织 WTO， 用什么名？在独立关税领域啊，什么叫做独立关税领域？怎样下去？你来家里谈哦，刚才这个独立关税领域，你若知影以后哦，你就比遐博士、硕士更加厉害。李登辉也不懂，李登辉是去甲我问的，你们说，什么叫做独立关税领域？我独立关税领域是你做总统的时阵。你叫蔡英文去参加，敢不是？用是啊，蔡英文回来就甲讲，美国人甲讲用这个独立关税领域都合理入去啊。所以他也不知道，蔡英文也不知道。虽然台湾这政治人物啊，他们讲拢乌白来啦，会当过日子就过日子啦，从来不会去了解说到底台湾的地位什么物件，搞不清楚。来，我跟你讲，什么叫做独立关税领域？关税领域这四字啊，是美国跟墨西哥战争的时阵，美国的军队去占领了墨西哥的一个城市，一个港口啦。啊，这个港口的生意人，你占领啊，嘛是爱做生意啊。啊，做做生意的时阵，遐生意人讲嗨啊，啊，我这税金要交给什么人？我是要交给占领军的美国军事政府，还是要交这个税金给墨西哥的民政府？伊唔知影，伊全向法院提告，美国的最高法院就一个判决。这是为美国的这个墨西哥开始有这个关税领域出现。伊讲占领地区的一个名，特别个叫做关税领域。哦，这个所在有敌人占领，叫做关税领域。啊，因为台湾这个所在有台湾、澎湖、金门、马祖。啊，金门马祖是中国的领土，但是金门马祖已经叫做独立关税领域。啊，但是台湾片哦是为日本分出来，不是独立的哦。
台湾片哦是叫做分离关税领域，啊，这个四个岛现准时是中华民国的统治，啊，中华民国金门马祖是伊个，啊，所以这四个岛合起来称为独立关税领域，是安尼来啦。啊，所以你看到独立关税领域，你就知影讲台湾片哦，这个所在要过是啥占领地、占领地，所以即马。中国现在要控制的那个亚投行啊，亚洲的投资银行，他说台湾要参加要用什么名，用独立关税领域，啊，原因在这里，啊，你就知道全世界都知道你台湾现主席是要被占领，是谁占领，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，当时是中华民国代替美国的军事占领台湾，是这样来的。所以你上这课以后，你也感觉很奇怪，有很多的事情你本来都不懂啊。所以你看看啊，中华民国有可能永久在台湾吗？我跟你讲，绝对不可能。战争法没有时效的问题，他今天不离开，明天就要离开，明天不离开，后天就要离开，绝对要离开的啦。啊，所以电视还有笑的，都在说什么，就我们的中华民国是最高公约数，啊，看到几个一定要离开啊，什么时候离开，我们台湾民政府的官司又判下去，他就要离开了。我们第一个官司是2006年10月24日控告美国，一直到2009年4月初日美国的高等法院宣判5点，第一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，咱拢无国籍个哦，所以你的身份证是无效的，是假的啊！全世界拢知影假，但台湾人唔知影假。第二，台湾人无政府，我们什么时候有政府？中华民国不是我们的政府啊，唔是咱的政府啊，咱的政府还未成立呗。咱的政府是叫啥？台湾民政府啊，所以台湾民政府这个名，这五字是。占领地区的老百姓自己要去成立的，啊，这几年我们不要去成立，跟什么人同样，跟关岛，关岛是美这个西班牙挂给美国50年以后啊，美国才来帮忙给他成立关岛的民政府，啊，现在变成这个叫做美国的，不是五十个州，它是变成美国的一个那个叫做关税领域的所在。所以关岛啦、萨摩拢是啊，即马美国已经改合并，改讲吼，你关岛的人会当来领，即、這个啊、美国的护照。关岛的人嘛，足趣味，我甲你讲，关岛吼，即、這个岛的人啊，非常的贫惰。关岛的人，虽然讲非常的贫惰，关岛的人好生活，伊若要食物件，鱼仔甲掠来就有啊，都边啊拢海啊，鱼仔掠来就有啊。啊，过来，美国真要求在迄个所在做啥？核子试爆。啊，核子试爆，啊，关岛的人戆戆啊，互伊安尼乌白白。到落尾啊，吼，关岛的人较巧，遐甲美国讲，啊，你一摆叫核子试爆，啊，你免甲补充钱吗？要求用钱甲补充，啊，伊全准都好呢。啊，所以即马关岛的人伊嘛采美国的护照。虽然台湾啊。你甲看卖吼，台湾有一天啊，咱2006年控告美国的时阵，美国其实有甲咱谈判啦。美国派人派两个，一个是迄个国安局的美国的国安局，一个国防部，甲我讲，Roger Lin， 你到底是要爱什么物件？你是要想要爱美国的护照吗？我說 No， 我不要美国护照。是啊，你提美国护照要创啥？我昨下恁讲一个例，叫做波多黎各。波多黎各，美国个占领，佮今日百几年啊，所以有个人，有个台湾人吼，戆戆的讲，啊，台湾就变作美国51州就好啊。你想变作51州真好吗？你有看戆戆戆嘞？变作51州，第一个遇到什么问题？你知无？交税金。
啊，你是你变做美国的一部分啊！美国的税金偌重，你敢知影？那你一个月赚3000块美金嘛，1000块爱交交税。你敢？台湾人足歹交税啦！台湾会当走税尽量走，敢不是？啊你，你果是美国的制度这么严，你别走税无可能。过来，你若变做美国的51州啊，你也要当兵啊！所以变成美国的五十对咱无较好啦。你若听这听听，你要独立吗？你无法度独立，毋是要独立，无法独立的问题。这个土地你要独立，你问日本天皇，日本天皇讲好，好你独立。但是1950年伫联合国的时阵啊，都迄个秘密会都甲你通过讲哦，后摆互你台湾哦，自治啦，家己管家己啊。啊、所以这个是我们努力的方向、啊、美国当然他现在还不爱给你绑，因为、他很怕我们，但是人头脑很好呢，所以美国他的烦恼呢，他说、你这个跟波多黎各一样，我说稍等呢，我们不独立，当然统一是不可能的啦，你给他占领，不好意思，你给他继续占领，没关系。所以现在美国在这个 AIT 啊，那个叫做金湖路100号啊，创一个20000平的基地，800名的海军陆战队兵级别。你刚才看这点，你就知影，美国会不会放弃台湾？我跟你保证，100%不会放弃台湾。啊，未放弃台湾，就表示讲美国足爱咱这块土地。喜欢爱咱这块土地，咱的地理位置真好。这边牵制的中国，这边嘛牵制了东南亚，牵制了日本，所以美国一直到现在为止，还在想说到底跟台湾民主要怎么来往，要怎么到底。所以你看我们一直拼拼到这个时候，美国不敢跟我们说什么话、中华民国也不敢跟我们怎么，你想看看我们真的在上课呢，公开上课呢，几啊千个人呢？有4000几个啊呢？啊，新闻前有40000张啊呢？有啥物人去予中华民国法院甲你抓去？中华民国警察甲你抓去？无呢？虽然报纸媒体甲你讲哦，台湾民众发行一张红色的车牌，哦，你有看到新闻有无？迄起甲你做广告嘞，真真正正到今日为止。对一个人用台湾民众的车牌去开罚单，没有呢。电视拢讲好听呢，因为咱有规定，你若高级班毕业，你有资格买这块红牌。咱若执政的时阵，这块红牌有10年免税，一律都免税。啊，所以咱东兴就真济会买这个车牌，但买这个车牌。东西拢无啥爱听，咱家讲诶，咱家讲吼，人美国交代讲红牌甲白牌爱做一挂，啊，啥爱做一挂？万一啊车祸诶时阵啊，迄、个白牌就是中华民国迄个牌有保险，红牌是美国诶，但是美国诶保险公司要入牌，伊不爱好入牌，所以若敢若挂红牌发生车祸，啊，要找啥？啊，佫一点真重要，迄 ETC 啊，你敢若挂红牌，安尼佮赛过，迄 ETC 的公司要找啥？收钱要找啥？找无人啊！啊，所以 ETC 去佮拜托警察讲吼，拜托拜托，迄红牌你若佮掠吼，佮拜托你佮掠着。啊，我像个，迄个叫做泰山呐、警察队6个人就红牌来佮咱砸落来，啊砸落来，哪个警察？甲北安排，咱个东兴打电话，秘书长，警察要甲北安排呢，要安怎？我讲啊，你是挂几块牌？因为我甲他挂一块。我讲你想来甲他挂一块，我咪甲你讲爱挂2块。来，你电话给警察，啊，警察听我甲讲啊，这个警察同志啊，我迄个咪同心啊，甲他挂一块安排对不对？勇士啊，我你甲开单。以我中央规定爱挂2块牌，挂一块牌，一旦罚偌济，你甲罚愈悬愈好。5分钟以后，东兴打电话，我甲问讲，安娜，甲你开偌济？
伊拢无甲我开呢。我想来无甲你开，伊讲你秘书长甲伊讲叫伊开啊，啊所以无爱甲伊开啊。啊所以到今日为止哈，我们几乎没有重新去往开单。啊其实有一寡吼，白目啊警察啊，甲伊绑车牌，尤其是花莲迄边啊，花莲迄边啊做高帅较济。即马甲放的时阵吼，我拢甲伊讲，你叫伊卖放，那放你会足忝的。啊，即马北派吼，北超四五地，都四五个人去放啊。花莲的放两地啊，三地啦吼。啊，即个也做台中的一地，啊，即马新竹即毛一地。我讲吼，真简单，你甲告，按铃申告，告啥？警察结伙持枪。抢劫民间财物，这会行呢？你唔通看呢？这会行呢？啥嘛？警察两三个派枪，甲你绑牌，啊！你也无违法，你哪甲你绑牌？伊讲这牌是伪造，伊若讲甲你讲伪造，你阁过一个伪造文书。咱的牌唔是伪造的呢，咱的牌是讲美国军事政府发的呢，你敢敢绑？所以即摆警察，我甲看迄警察，警察拢有 FB 啦吼，因遐 FB 几啊千个警察哦，即摆大家讲讲啊啦，我们不要给台湾民众找麻烦。所以为迄当阵开始到即摆安排拢无代志，但是安尼唔好，因为我有甲恁讲过，做台湾民众的官员要很客气，头要很低，你莫故意去找中华民国的麻烦。后摆中华民国遐警察嘛是咱伫管的呀，你何必去找麻烦？要创啥呢？所以咱即摆含遮警察哦，啊关系都不错。所以我是我若要互恁知，恁即摆初级班，恁要过高级，恁要过炸咧。有一天恁上到高级班，上到台湾民政委过五关的时阵，我会甲恁讲，恁的头按如何如何。好，唔通讲台湾民众要执政啦，吼、哦，安就安尼，官僚十足，嘛有人官僚十足，咱的人嘛足害，我无甲你骗。台湾人吼，唔但是毋捌做过官啊，啥，啊一个做官吼、哦，真正官僚十足，我无甲你骗。这拢是咱家己本身爱去检讨的代志。即马国顿刚才讲，咱太多讲的遮，美国对台湾实在讲，伊唔知要安怎处理啊，威胁啊。第一，把咱占七十年啊。第二，台湾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的，你也行人呢？即马所有全世界的这土地还未解决，当然台湾呢。啊，美国有三个所在，拢是九十九年，或者九十九年，三个所在拢是因为战争的关系发生的。第一个，关塔那摩湾，那是古巴。一个占九十九年，或者九十九年，哎，足阿白。1902年，古巴独立的时阵，要独立的以前，伊先甲签起来。就迄当阵的古巴，诶，民间的领袖，就是民政府啦，来签同意书。两年以后，卡斯特政变，变成共产国家。但是美国。将这些钱转个寄伫国际银行，卡斯特歪念，真有欺骗。啊，但是我感觉安尼啦，你该欺骗迄个东西，伊就甲你占就占啦。你会当安那该谈判，租金甲提较悬的就好啊嘛。啊，你除了讲你古巴会当拍赢美国，甲炮甲消灭，啊，那你无啊多的时阵，你租伊嘛，对不？啊，都已经签好啊。啊，租较贵啦，本来一人阵租一块，你甲改租做一百块嘛，啊就好啊嘛，敢毋是？第二个所在，什么所在？你知无？日本，普天间基地。第二世界大战，日本战输，美国去占迄个琉球的普天间基地，伊甲日本讲，普天间基地，我要99年加99年。日本的个性套，我咪改同意。所以迄当阵，日本为着这个普天间基地，佐藤荣作迄当阵为着要将这个普天间诶琉球啊，要甲摕倒转去啊，
因为波茨兰宣言迄当时讲日本干来种保留四个岛：本州、四国、九州甲北海道。那罗贝尔呢？伊同意讲琉球要献予日本，但是即个日本是甲现主席、现主席日本甲大日本帝国无共款哦，是安怎？宪法改啊，他宪法改变，这个政府就变成新的日本政府。所以这个琉球现在是给日本托管，因为原来日本没在的、哦、本来日本帝国没在。所以我跟你说我们是日本人啊，有人说呢就说、哎、我明天回来找我来写一个申请这个日本护照可以的吗？当然也不可以、啊、因为要给申请护照就是你要向大日本帝国申请，现在是日本政府是不一样的啊。啊，所以这是国际法，你要很明确的了解的东西啊。所以咱很主席，你跟他讲这代，你就知啊。安倍去苏联，要甲偷北方四岛，安倍去两届，第一届去的时阵，苏联的总统普丁啊，甲讲啥？你等于读册。伊要甲偷啊，要偷北方四岛啊！伊不爱甲回答，伊跟他讲：“你没有资格啦，你等于读册啦。”安倍等于日本咧，他个公公，伊想讲，好可怜，我是总理，而、欸、且我是首相咧。啊，你比如讲，哎、欸，这个苏联的总统叫我等于读册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啊，过不啦，过半年，伊过去，过再一摆去吼，普天迄、那个普京啊，甲消遣，啊了，安倍派伊律师来跟咱见面。想来普京叫我爱去等伊读册，我甲讲叫你读册是正确的。你即马北方四岛是啥个？你搞不清楚啦。北方四岛是啥个？是日本天皇的，唔是你安倍的呢，唔是你这日本政府的呢。啊，你日本政府改宪法，已经不是原来的大日本帝国，是叫做新日本国呢。所以北方四岛什么人会当偷？你敢知？什么人？哎、欸，对，台湾人会当偷，因为咱还阁是大日本帝国内底日本天皇的臣民。罗六错一个吼，但是即马问题是对这個，因为即马中国真强，啊，美国伫城即个中国，因为中国足吓即个台湾嘛。一直想要拿台湾啊，但是我跟你讲，永远都无可能拿台湾。伊若拿台湾，定义是啥？侵略。啊，你甲想看嘛？你目睭起甲想，像你即世人内底，中国歹拍台湾无？中国歹拍台湾，就是用飞弹啦，啊，用啥物啊？做飞机啦，甲你轰炸啦，甲你开枪啦，捌无？你想看嘛？唔捌，是安怎？其实中国非常的清楚啊，中国这国际法的专家足清楚的啊。伊若准去拍台湾，伊就定义啥？侵略。啊，若侵略，就全世界拢会让他犯啊。安听有意思无？所以我跟你讲，台湾绝对安全呐、啊。呀，你安全，你拢点点哈。台湾是绝对的安全呐、啊！不管你报多少东西啊，不管伊安怎甲你恐吓，什么用？迄架航空母舰真正是你吓你台湾人诶！你捌看过航空母舰？十一个国家有航空母舰呐、啊？看到一架航空母舰，尽管无飞机啦。对一个诶，你知无？哎，中国迄间叫做辽联号。辽宁号啦，我叫伊讲辽宁号啦，无飞机，飞机顶韩国母舰顶外无飞机呢，啊，无飞机是要创啥啦？迄只是乌克兰的，得买2000万美金买，要买以前，人迄乌克兰将迄内底迄引擎拢炸掉去啊，一个空壳，摕回来以后，中国偌闹去的。迄钢板换去吼，伊无钢板好通换，
伊无多做迄个更棒啦。你们就是讲航空母舰，迄种好看啊！伊本来一只是乌乌臭臭，吼、哦，要求甲擦甲有够水，啊，佮张灯结彩，专门去吓你台湾人。航空母舰若要有吼，舰队爱三只，因为一只航空母舰晒出来会当冻一年。啊！晒等于要保养要半年，所以一个舰队啊，要三只，诶，航空母舰才有效。虽然讲一只啊，拿$200,000吼，剩下才6亿尔嘛。啊，咱所有咱台湾民众在轻轻毛6亿啦，啊，但迄有效啊，无效啦。所以中国吼真奇怪，中国吼拢食虾，伊有历史以来就是专门伫虾你台湾人。哦，你是中国人，啊，恁当是中国人。我怎都讲咧，给恁听。我们从来就不是中国人，所以你唔通家己吼戆戆去改啊，这俩就对号入座。我们不是中国人，所以你若知影这代志，你就知影台湾绝对未统一。不管你什么啊，做什么朱柱杰啦，什么啊做宋楚瑜啦，还拢同款啦。啊，台湾人很奇怪，我讲台湾人吼，我当时是天生的奴才命。我问你嘛，台湾人的特点是啥？勤劳对，死做硬做，乌白做，啊，要创啥？要赚钱？啊，你敢问我？你赚钱要创啥？要缴税，上叫你缴税，无人叫你缴啊。啊！你从来税金税金单来，你从来袂去甲怀疑讲，我来爱交遮多。我甲这两天看到伊个电视写讲吼，一趴的台湾人拥有34% 的台湾的资产，莫怪即马好业甲散的差足远来去啊！连续18年薪水拢无去，偏偏安尼人新加坡是咱台湾4倍5倍啊！这个也做韩国是3倍4倍啊，薪水要去唔去啊？记在啥？记在政府。伊即嘛就要将你台湾人的收入啊，甲扣甲伊中国差不多啦。今日再去我有看到一篇文章呐，李登辉写一本新册，讲月底就要发表。伊讲，伊哩因为今日到8月15日嘛吼。伊个哥哥62年前，日本政府改藏伫靖国神社。靖国神社内底有39,100名，诶，台湾的英灵伫内底。我反正哪拢，哪你来无来上课，你绝对唔知。真真正正，咱台湾的祖先就是遐啦。台湾有一天会变做一个政府，会变做一个国家的时阵。那39,100名，就是咱的祖先啦。李登辉讲，伊的哥哥62年前，日本政府把伊囥伫靖国神社。伊到60几年前，伊才去靖国神社去找到。迄靖国神社内底吼，我跟你讲，伊的内底迄个神主牌啊，安尼个。拍几个时阵，甲看一排足大排，啊！台湾人伊甲你分台北州、宜兰州、新竹州、台中州，啊！每一个新竹牌啊，拢刻甲足水个。啊！伊逐工会甲伊记、甲祭拜，所以李登辉讲，伊真感谢日本对因哥哥个祭拜。这比咱台湾人替伊中华民国死的人较好啊！这无有伫祭拜，啊！你若替中华民国死的，有两个师团，1949年的时阵，蒋介石人调去中国去甲共产党作战，伫东北拢死了了。啊！但是要死的以前，伊将迄当阵228的时阵。中国派两个师来台湾，落尾伊转去，迄两个师，咱的台湾军啊，含迄两个师，
发生战争，那两个台湾的军将这两个师啊全部消灭，那实在是因果了。但这些历史都没写，还一个事情最近也发表，就是我们台湾有参加南京的那个战争，南京屠杀是假的，我可以跟你说，绝对没有南京大屠杀。南京大屠杀没有以外，还一个秘密，就是说台湾的军团万几个有参加那个战役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台湾军团，所谓的台湾军团主要是什么？高沙族，高沙的那个义勇军啊，在那个东南亚将美那个英国人啊打到密密麻麻，是全世界非常有名的高沙的义勇军。你刚刚看那个赛德克巴莱电影，你有看吼？那一个囡仔，那日本兵讲，啊，今日在这看的，啊，明天在那第一兵，拢用脚去走啊，啊，走足紧的，一直行山路，敢那行平地的。所以台湾过去吼有真好真好的历史啊，但是因为中国人甲咱写历史，拢乌白写，所以台湾人到后尾啊变得没有自信。甚至自己本身台湾人不敢说你台湾人，变成是中国人。所以台湾的过去有一些事情渐渐渐渐渐因为台湾民主会起来，台湾民主会将很多事情跟社会在说。你看那个课纲，那些孩子他们在办的，那不是都台湾民主会上课的东西吗？所以现在是中华民国政府对咱台湾民众也很头痛啊，但是咱的后边好佳哉，有一个大人伫咧，啊，这大人阁足大声咧，伊唔敢叮当。这个、大人什么人？美国人。美国是军事政府占领，咱甲美国讲，你占领我可以，你爱保护我啊。万一若中国打，你爱出面啊。啊，报纸写讲美国未出面，我甲你保证，100%甲你保证。只要一发生战争，美国绝对跳出来。啊，无伊个基地要创啥？你想嘛知影？咱即马现准是高雄的翠华路，美国学校，台北的天母、台中三个所在，拢有美国学校。最近拢起新的已经起好啊，一个学校内底得几个？4000到6000。台湾的学校拢在减班，干那美国学校在增班。啊、要创啥？你想看要创啥？要拐卖？那有可能？表示啥？美军进来了。过一阵啊，到年底我甲你保证，你会看得到，四界拢是美军啊！啊，美国即马开始伫美国伫征兵，征啥物兵？亚洲人，尤其台湾人。你有诶亚洲人、台湾人去美国吼，要摕身份很困难嘛。伊讲无要紧，来你来做兵，你做两年兵了，我互你美国公民。这是国际法里的规定，就是效忠的问题。当兵是效忠的问题，所以你敢想看吗？咱当时去做中华民国兵是不对的。你中华民国是我的敌人啊，我来去跟你做兵，所以这样啊，爱背，阿边阿背，我们执政以后，再小再来省。今天讲到这，明天再继续。